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610面，610面倒数第七行，从第二句看起啊，倒数第七行，610面。今极乐诸菩萨居文殊大士之智德，寥寥见自心，故为最深福田，堪受一切人天之供养。这一段经文讲到佛田啊，人活在这个世界不能没有福报。福报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修来的。为什么可以修来？因为它的因是性德，自性里头本来有，迷失了自信呢，就丧失掉了。所以要觉悟，觉悟呢，就把信德再找回来了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人不能没有智慧。啊，智慧跟福德全是自信里头有的。我们中国老祖宗很早就知道。啊，所以《论语》里面记载着，我相信那不是孔子说的。夫子是圣人，绝没有妄语。他老人家说他自己这一生的做学问的态度，啊，他是述而不作，性而好古。这两句话说得好啊！啊。圣人呢，给我们做榜样啊。述而不作呢，就是说明他一生没有创造，没有发明，啊，是个很普通的人。啊，那么他自己所学的、所修的、所教人的、所传到后世的，全是古圣先贤的教诲。啊，他只是述说而已，啊，就是没有创造发明。对古人呢，信而好古，啊，古圣先贤传下来的东西，他相信，他一点都不怀疑，依教奉行，而且非常欢喜。啊，这是夫子一生成为圣贤的大德了。啊，那么现在人都喜欢创新，能不能创出新东西呢？能。创出什么新东西呢？是稀奇古怪，违背性德。啊，其结果呢，就把世界搞乱了。啊，把地球搞成这个样子。啊，圣人是不是智慧能力不如我们呢？不是的，他们非常聪明。啊，近代30年不长啊，近代这些科学家，特别是物理学家，研究量子，研究宇宙，他们所发现的，我们读他的论文，啊，他所发现的完全是中国古人呢都知道的，都讲过了，而佛经讲的更详细。我们在想，为什么他们知道，就不能不承认他们有智慧啊？智慧从哪里来？
论语里头夫子说过，人心本善，这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而是什么呢？人性他什么都去做，人性里头有圆满的智慧，有圆满的德能啊，有德行，有能力，有圆满的相好，相好是我们现在人讲的福报，他都有啊。啊，佛承认，道也承认，啊，中国儒释道三家对这个问题都是非常肯定的态度。啊，那佛告诉人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。那我们晓得佛的智慧，佛的功德，啊，佛的相好，都达到究竟圆满，没有人能超过了，啊，那是自信的心得，叫本来圆满，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讲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。啊，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是一念不觉，自性里面跑出一个无明，自性跑出无明不是真的，是假的，这就是一念的迷情。啊，很可惜的，他没有回头，没有回头变成什么现象呢？越迷越深啊！谚语所谓极重难返，变成回不了头来了啊！几时迷的呢？给你讲真话，就在当下啊！为什么呢？时间是假的，没有过去未来，空间也是假的，没有远近距离，这个事情现在科学证明了，都是释迦牟尼佛在3000年前讲的啊。能不能证明呢？能，佛家最重视的就是要证明，那么这是科学的精神，科学就是拿证据了，佛法拿证据。你看佛法讲的，头一个叫你信，然后叫你理解，搞清楚搞明白，再一个你依教奉行，你就这么做去，后面就真的了啊。我们行没有到正的，佛不承认啊，你有成就，不承认你的成就，一定要证，证上证一定要跟他的见解相同。为什么？那是真理，永恒不变啊！最重视是证呐、啊，证也有层次，有前身不相同，最前的阿罗汉。啊，阿罗汉证明六道是真的，真有其事啊，但是这个事是虚幻的，就像做梦一样，梦醒了就没有了。阿罗汉怎么样？他梦醒了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在真的是第一个层次，最低的层次，六道是假的。但是你要不知道，就我们在做梦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做梦啊，梦到老虎要吃你，吓得一身冷汗，吓醒了啊，吓醒了说梦假的，不是真的啊。如果在梦中晓得这是假的，那血身未虎那多好呢，那就不必那么害怕了啊，不知道是假的啊。这阿罗汉
菩萨证的层次比他高，比阿罗汉高啊。所以在四圣法界里面，他四个阶级啊，声闻、缘觉、菩萨、佛啊，前面两个是小乘阶级，就是初阶，第一个层次，第二个层次十法界里面菩萨跟佛。啊，最高这个层次呢，是十法界之外的了，不在十法界里头了，就脱离十法界了。啊，是诸佛如来的十宝庄严土，我们学了很多，现在也终于搞清楚、搞明白了。十宝庄严土以什么成就的？那这个宇宙从哪来的？凭什么来的？无始无明的习气，如果无始无明习气断干净了，那个十宝土也没有了。符合佛在大乘经上常说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。佛没有说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例外，没讲这个话啊。那么这一桩事情到现在德国普朗克证明了啊，这是近代的物理学家，一生专门研究量子啊，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啊，学生也有这么一个杰出的人才啊，他告诉我们，他说这个世界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存在啊。那在佛家呢，不是这个世界，是整个宇宙变法界虚空界，有没有物质存在？没有啊。普朗克发现了这个，他专门研究物质到底是什么，研究到最后被他发现了。所以这个科学发现了不起，太了不起了啊。追踪到最后啊，物质原来是精神产生的幻觉啊。所以物质的基础是意念，就是我们的念头，念头变成的这个物质现象。那么这一桩事情佛经里面讲的比他详细啊，他说出来跟佛经是一样，但是他没说出数字，佛经上有数字啊。这个现象怎么产生呢？就像我们看电视看电影啊，电视太细腻了，不容易体会，电影容易啊。以前我们的电影，这是电影的底片啊，大概这一卷呢有二十四张幻灯片，在电影放映机里面一秒钟啊，你看。镜头打开，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，它是不动的呀，幻灯片呐、啊。但是它很快，马上进去关起来了，在第二张出来了，第二张打出来，它用速度太快，一秒钟24张，你在一秒钟看到那个荧幕上啊，就觉得好像是真的，真有其事。你没有办法一张一张的分别的，其实。张张都不同，没有一张是相同的啊！这么个事情呢，你在那个画面上看到，好像哎呀，真有东西啊，真有物质现象存在啊。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，我们现实的这个世界，这些物质现象怎么回事？跟这个原理完全相同，速度快了。电影一秒钟24张，那我们现前一秒钟呢，
他没说，他是极快的速度，他说不出数字出来，可是佛经上有，佛经上这一秒钟多少次呢？1600兆。啊，普朗克只说极快速度。啊，这个意念，可见的我们的念头啊，佛讲微细的念头自己不知道啊。所有一切现象都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也就是当处出生，当处灭，就跟这个电视荧幕一样。啊，你看这镜头一打开，当处出生，马上关起来，当处灭尽。啊，时间空间也都是幻象，啊，全是意念造成的。这就是佛经上常说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这个概念非常重要，太重要了。那么这意念从哪里来的呢？普朗克也在追究啊，但是他没办法，他给我们说了，意念从哪里？意念是无中生有啊，我们听了懂啊，有大乘经上佛说了，从哪来的？就是性本善来的。所以那个善不是善恶的善，那个善是什么？什么东西都具足，你自信里都具足，你只要有念头它就能出现啊，这是高等哲学，高等科学 啊，所以这些科学家这些年的成就，我们还有理由相信20-30年之后，佛经不是宗教了，它变成科学了，变成高等科学啊。科学家不能证明的东西在佛经里头，没讲清楚的东西佛讲得比较清楚，妙极了。那意念是什么？意念就是意念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这个心想也不是真的，是从意念不觉里头产生的。意念觉了，它就没有了。没有了之后，诸佛菩萨的那个世界也没有了，也不是真的。啊，不过它存在的时间很长久。啊，存在时间讲3个阿僧祇劫。啊，我们常讲无量寿啊。它那个世界永恒不变。为什么不变？它那个里头人没有分别，没执着。所以世界永远美好。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人念念都有分别执着。啊，所以把它搞坏了。那明白这个道理的，今天地球上灾难，容不容易解决？很容易。啊，像美国的科学家布莱登所说的，啊，这是去年，他们这一些科学家在悉尼开会，啊，讨论一个专题，2012就是明年。玛雅灾难预言，讨论这个问题。啊，我看这个报告的结果，有一半承认非常可能，另外有一半承认灾难是有，不会那么严重。啊，这两个比例几乎一半一半的。啊，我们对于这个结论很理解。这个美国布莱登说的很好，怎么应对？他告诉人，希望地球上的居民都能够弃恶扬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不但是这个灾难没有了，化解了，而且会把地球带到更美好的走向。啊，这个话我们听了
同意，肯定。为什么？佛经也是不说的。佛教我们断恶修善，他说弃恶扬善。那后面两句话跟佛讲一样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。啊，人的意念呢，可以改变世界，科学不能啊。科学为什么？因为科学，他研究的一个核心呢，它是物理。啊，他没有知道这个物从哪里来的。啊，从来没有人说过这个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。没人说过，这普朗克是第一个。啊，这是他发现的。啊，物理能发现问题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念头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日本东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实验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。啊，他在琵琶湖做了一个实验。日本琵琶湖很大，像海一样。啊，在一个海湾，这个海湾是死水，二十多年来脏乱，那气味很难闻。啊，二十多年，他找了350个人。找了一个老和尚，他告诉我90多岁一个老和尚，啊，带着大家在湖边做祈祷，时间1个小时，啊，祈祷真是非常简单，让这350个人跟着老和尚，这1个小时希望大家把所有的念头都放下，只想一句话。湖水干净了，动这么念头啊，后头加3个字“我爱你”，啊，对湖水，湖水干净了，我爱你，心里想着这桩事情，口里就念着这句话，350人念了1个钟头，到第3天，湖水真的干净了。过去难闻的味道没有了，啊，湖水非常清，风平浪静，像一面镜子一样，把外面景象都照在湖里头。媒体来采访，啊，这个报纸、电视都播放，很值得人惊讶了。维持了6个月。一次祈祷效果维持6个月。你说我跟江门博士说，你应当每2个月去祈祷一次，你那个湖水不是永远干净了吗？那这是意念能改变外面物质环境啊。懂得这个道理，说今天这么多的灾难，地球灾难，我们用好的意念啊，地震，我们大家集体一念，对，地震没有了，地震没有了，真的就没有了。啊，海啸没有了，海啸没有了，海啸真的就没有了。啊，集体意念可以能改变，这个道理佛经上讲的非常透彻。啊，因为物质是意念变现出来的，所以佛在经上常讲啊，境随心转啊，相随心转啊，相随人对个人啊，我们个人的这个相貌、身体健康状态，谁做主啊？念头做主。啊，只要念头清净，
就健康长寿。啊，什么药物、什么补品都不需要，粗茶淡饭。啊，过去我李老师、李炳南老师告诉我，人正常寿命200岁呀。那为什么人活不到200岁呢？自己把自己糟蹋掉了，不知道保养，所以这个人像一个补机器一样，啊，正常寿命应该可以使用200年，你不知道自己糟蹋自己，啊，糟蹋自己的，我写了简短的这本个东西，我今天要把它加一句进去。啊，这是上一次大家看过的，我加一句放在前面第一句，杀盗淫妄酒是一切恶业呀。那你造的恶业，杀盗淫妄酒啊。那为什么会造这个呢？你因为有贪嗔痴慢疑啊，是一切病因啊。怨恨恼怒烦是一切病源呢，你看你有这个东西，那你就糟蹋自己身体了。你如果不造杀盗淫妄酒，就不没有这个东西，心里头没有贪嗔痴慢这痴慢疑，情绪里头没有怨恨恼怒烦，你就健康长寿啊。有这些东西，脏腑失调就是你会生病了，天地变异。现在地球产生的变化，这是一切变故。疾苦短命，自然灾祸，这是一切病的报啊，因缘果报啊。啊，怎么救呢？仁义礼智信是一切病的药。你能把仁义礼智信做到？仁义礼智信就是无戒，仁是不杀生。义是不偷盗，礼是不邪淫，啊，智是不饮酒，信是不妄语，就五戒嘛。你看看，中国老祖宗讲的五常，佛家讲的五戒，就行了。应该要求自己把它做到，你就健康长寿。不但你健康长寿，你能够把所有一切疾病都转过来，都化为乌有，而且你居住的地方没有灾难，不得了啊！老祖宗比我们聪明啊，比我们醒啊，啊，不能轻慢啊。啊，所以了解啊，佛法没有别的，佛法讲什么？宇宙人生的真相，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好在现在的科学把佛经里面讲的这些关键的地方，最难懂的地方，用科学的方法把它证明了，好事情，这很值得我们鼓舞啊，我们肯定佛陀的智慧，啊，菩萨的智慧，肯定他们的德行，肯定这些智慧德行，能够化解灾难，能够解除我们的病苦，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应该得到的福报。福报第一个是寿命，200岁是正常的寿命，你应该要得到。啊，这是机器可以管用这么多，可是这个机器里得有灵性啊。这个科学家也发现了，那就是
物质里头有灵性，一粒沙子，科学家讲的沙比沙子更小啊，原子、粒子、夸克、量子越分越小，那黄念老学科学的，他在这个经里面告诉我们，也是最近科学家发明的中微子啊，也就是量子，小到什么程度呢？原子我们知道很小，肉眼看不见的啊，原子当中是一个原子核，周围环绕原子核的是电子啊，那电子就很小了。他说微中子跟电子来相比是电子的100亿分之1，换一句话说，100亿个中微子才组成一个电子。中微子的能量非常大，能够穿过，我这后面有个简单的记载，他说能够穿过10亿公里，记住10亿公里，不止一个地球啊！我们地球从中国到美国，我们飞行是10000公里。啊，这中国这个太平洋，环度太平洋10000公里，10亿公里，多少个地球啊？中微子能够轻易穿过，啊，那么这么小的东西，它是物质。最小的物质不能再分，这物质里头有精神，就是受想行识，它有这个东西，所以整个宇宙啊，科学家现在知道是有机体，没有死东西，全是活的啊，那么小的东西是活的，因为它是活的，所以它会看会听，懂得人的意思啊，我们让它看美好的，听美好的，我们给他好的信息啊，仁义礼智信最好的啊，那他的回报就变得越变越好，这世界就美好啊，极乐世界跟我们这个世界没差别，一样的呀。啊，为什么那个世界那么好，我们这个世界变成这个样子，那个世界上的居民心好，念头好，行为好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所以感得的山河大地啊，被人称之为极乐世界，道理在此地啊。啊，那我们今天犯的这个毛病，正像这里所说的，杀盗淫妄，这你干的啊，贪嗔痴慢。这是你的心，怨恨恼怒烦是你的情绪，都不善啊！啊，所以把世界搞成这个样子，是不能怪别人的。那佛法里面常说自作自受，决定不能怪别人，别人跟你毫不相关，统是自己做的。啊，那我们现在讲修行，修什么？就是把这15个字去掉，这叫修行。身决定不干杀盗淫妄酒，啊，心决定没有贪嗔痴慢疑，情绪决定没有怨恨恼怒烦。你能把这15个字去掉，就保证你健康长寿。
啊，我最近这个十几年，常常参加国际上这个和平会议的活动，啊，与会的人员没别的，一见面几乎每个人都问，法师，你怎么保养的？那你用什么方法保养？我什么都没有啊。啊，饮食起居很平常啊。啊，说老实话，就是这些东西比人家少一点。这真的不是假的。啊，我什么补品都没用过。你就问问你要每天喝什么补东西啊，我说自来水啊。啊，这些东西没有了，身心好快乐。啊，贪嗔痴慢断掉。名闻利养要舍掉，不干这个东西。啊，要记住，活在这个世界，与人无争，与事无求。啊，跟任何一个人没有利害冲突，多快乐啊！人家给我做朋友啊，啊，他什么都不需要防备呀、啊。我说这个人是好人，啊，绝没有害人的念头，绝没有害人的行为。啊，别人伤害我，我接受，我又不把他放在心上，快乐了。如果我放在心上，不就有怨恨恼怒烦了吗？不放在心上，啊，为什么不放在心上？假的不是真的，何必当真呢？啊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他为什么有这种行为？误会嘛，误会人之难免啊。啊，永远有一个真诚、清净、平等心待人接物，成就自己的功德啊，成就自己的智慧，就是像极乐世界的菩萨都具有文殊菩萨的智德啊，寥寥见性，所以他成为最殊胜的佛体啊，别人对他的供养一定得福报啊，贺一，贺是名的意思，一是圣的意思。雄猛，法华经受记评曰：大雄猛世尊，这雄猛两个字赞叹释迦牟尼佛。为什么？世尊把一切烦恼都断掉了，这叫雄猛啊！中国这个雄这个字，英雄啊，英雄的定义。是别人做不到的事情，你能做到，英雄。所以佛寺院里头大雄宝殿，那里头是谁呢？释迦牟尼，称释迦牟尼佛为大英雄。啊，别人做不到，啊，就是把烦恼别人断不掉，他能断掉。啊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尘沙烦恼断掉了。无名烦恼断掉了，他成佛了。啊，佛法里的说，见思烦恼断掉了，证阿罗汉；尘沙烦恼断掉了，成菩萨；无名烦恼断掉了，成佛。烦恼这三大类，三大类他都断得干干净净，称他为大雄啊！啊，勇猛精进呢、啊。所以称为雄猛啊，猛是猛劲。净言书云：佛于世界最为雄猛啊，也是这个意思。无为者，于大众中说法无所畏惧之德，因为他智慧圆满，德行圆满，对世出世间一切法通达无碍啊。
他上台给大众讲演，不会怯场。啊，这是说法无为之德。啊，又《大乘一章》里面说得很好，说化心不切，名为无为。化是教化，教化众生的心。没有畏惧啊，一般人做不到啊！啊，我们在教学当中战战兢兢，啊，我记得十年前，我讲经教学43年。啊，遇到了格里菲斯大学的校长，啊，昆士兰大学的校长，他们问我一句话，就是法师，你43年教学当中，有没有遇到学生提出问题，你不能解答？我想了想，好像没有。但是我们战战兢兢，不敢说，我能答的答复你，不能答复你，我就说不能。好像没有遇到过。这格里菲斯校长说，你是真的一个好校长。哎，我就没有想到，他决定赠送我博士学位。我这个博士学位考试就这一句话。啊，那么这个学位送给我之后，好像是，2年之间吧，把南昆大送一个学位给我，印尼回教大学送一个学位给我，啊，可是我们不敢了，真的是不敢了，啊，总是小心谨慎。夫子说得好，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，我们绝不勉强自己。那我们话都说在前面，我没有成佛，我没有开悟，我知道的我就答复你，我不知道那你不能怪我。啊，可是真的是没有遇到不能解答的难题。啊，所以教化众生的心不起，佛菩萨可以，我们做不到。啊，我们还是战战兢兢。啊，去化度众生，无有怯辱之心，名为无为。相好是32相，80随心好。确实，相随心转。啊，你尽量去修心，心地善良，相貌会变得很好。啊，懂得这个道理，就别去搞美容了。美容是要命的，是破坏你自然现象啊！啊，我在澳洲有一个义工，年岁也不大，他40多岁，啊，我常常看到他非常痛苦，你怎么搞的啊？有什么毛病呢？啊，他年轻的时候爱美，去美容。20年的时候，毛病都发作了。哎，我说你自作自受啊！父母生下你那个面孔啊，那是天然的。你要想改变他，你修德。那佛在经上常讲啊，相随心转。我们要随心转，你看欢喜的时候你的面孔很好看，那你烦恼的时候你的面孔就很难看，不就是常常变化吗？一个道理，如果是常生欢喜心，
你的面孔越来越好看。啊，心地清净，心地平等，心地喜悦，起心动念与仁义礼智信相应就行了。老祖宗千万年教导我们总纲领只有四句话了，叫我们叫它做四科啊，四个科目啊。啊，第一个就是五伦，五伦是讲关系，这个关系不是哪个人创造的，不是哪个人想出来的，不是，是自然的，这叫心德。那父子是自然的，啊，夫妇也是自然的，君臣、领导与被领导，这都自然的。啊，长幼、朋友，那通通属于自然的。啊，所以老祖宗教导我。处理这些自然用什么心态啊？父子有亲，亲爱，亲爱是天性，没人教的啊！你看婴儿，四五个月，这个时候，你看父母对待这个小孩，婴儿，小孩虽然不会说话，你看他这个眼神。你看他的表情，他对父母的关爱能看得出来呀。啊，所以父子有亲啊，在这个时候非常明显，一点都不假。中国老祖宗知道教育就从这里生起来的。那为什么呢？老祖宗希望这种亲爱，天性的亲爱，如何能把它永远保持，不要失掉。所以中国教育头一个目的就是这个，太伟大了。第二个教育目标呢，是希望这种情感发扬光大啊，不但爱你的父母，爱你的兄弟姐妹，爱你的祖父，爱你的叔叔伯伯啊，就是爱你的家族啊，再扩大呢，爱护啊，邻里，啊，邻里向他们的邻居爱护，啊，再扩大了，爱护社会，啊，爱护国家，爱护民族，到最后，凡是人皆是爱，爱护天下了，啊，这是中国传统教育啊，是中国传统教育是爱的教育。啊，这个爱里头有德行呐、啊，啊，所以从这个教育、这个关系当中，如何能把所有的关系处理得非常和谐、非常融洽，啊，这才提出五常，就是仁义礼智信。常是永远不能改变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太平盛世。或者是世界为乱都不能改变。啊，一切时一切处守定了。啊，仁者爱人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。这是仁呐、啊。义是合理。啊，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如理如法合情。面面都顾到。啊，合情合理合法。啊，理是理解重要，决定不能够荒废掉，特别是亲人之间。啊，古时候夫妻有理啊，啊，父子兄弟都有理解，不能说这天天在家里何必搞这一套？哎，这套关系很大。有这一套，你家里都整齐。啊，如果废掉之后，就会有妄念起来。啊，慢慢到最后变成父不父，子不子。啊，
那是家破人亡。啊，礼可以维护自己一个人的身心健康，再维护你的家庭，维护你的邻里乡党，维护社会，维护国家，维护世界，礼之用大矣哉啊，太大了啊，怎么能不讲究呢？啊，中国从汉武帝采取儒家的学说来治国，啊，来教育全国的国民，一直到满清，改朝换代多少次，但是这个理念没有改变，通通是以礼治天下。啊，在中国人家这是真理呀，啊，礼要不讲了，社会就乱了。啊，今天世界是动乱的世界，没有一样不乱。什么原因？礼没有了。啊，他没有了，我要有。他乱，我不乱。啊，他乱，生活日子过得很苦。我守住，我日子过得很快乐。啊，我们今天把父母老师照片都供在讲堂，这什么意思？提倡孝顺父母，尊师重道，用意在此地。我们每一堂课都要向老师鞠躬，都要向父母问候，念念不忘，明德归厚啊，忠厚老臣怎么培养出来？就是这样培养出来。啊，忠厚老臣人有福啊，吃亏不要紧啊。老祖宗告诉我们，吃亏是福。那能够吃亏的人，这个人一定有福报，有厚福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占便宜的人不是好，没有好报啊。处处想占便宜，后头有麻烦了。这个要懂得因果的道理啊！啊，向好，三十二向，八十岁行好啊，所以向好我们都喜欢要啊。贺一那是光明殊胜的意思。啊，我们每个人都希望什么容光焕发啊，这个都是内心修养表现于外面，所以存住心而行于外，是这么个道理啊。欢喜，你看内心自在，行是身体，容是容貌，活跃欢喜和爱呀，啊，雄猛无畏，那是表菩萨的实德，勇猛精进，说法无畏。啊，真的，你有学问，有德行，又有爱心。愿意帮助别人啊，帮助别人有善巧方便啊，你的事情做得很圆满啊。啊，复现仪容啊，威神无比，大雄不起。至于相好是专职深深啊，我们身体健康啊，虽然年老不衰呀，不需要保养啊，只需要心地清净善良，你就能做到啊。所有一切保养
说老实话都有副作用。啊，依照中国传统那很好。啊，中国老祖宗留下了一些方法，很少有副作用。啊，现在这些补品啊不可靠，我们碰都不敢碰。啊，健康身体靠这些东西啊，你就吃出病出来。古人讲，病从口入，祸从口出。啊，少接触好，最重要的养心。啊，心要善良，心要清净。下面说功德辩才，表菩萨具种种其他的功德，与种种无碍的辩才。啊，功是修学的功夫，你真下了功夫，你就得到了。啊，表现在什么地方呢？表现在辩才上。啊，所以说辩才无碍呀。啊，具足庄严，庄严就是我们讲的真善美好。啊，这总结以上这些赞叹，如来以福德智慧庄严其身，那不用其他的。啊，这些。与地位与财富不相干啊。大圣大贤他们具有大德了，他知道人生在世的时候要有德要有命啊，命里面没有很高的地位，没有大的财富，不求。那孔老夫子就给我们做出榜样啊！啊，大德，他懂得命，懂得运。啊，所以要有德，有命。啊，有德没有命没关系，你这一生活得会非常快乐。幸福美满。如果有德又有命呢？你要为国家服务，为人民服务，为众生服务，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那有命啊！这就是说明，一个真正有智慧、有德行的人，在这个世界，他不妄求，他不攀缘。那佛教我们随缘而不攀缘，永远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这就对了。这多自在啊，多悠闲呐！啊，慈诸菩萨具足智慧。智福之庄严超于一切世界，此乃极赞菩萨的真实功德，至为稀有啊！这是就这些话赞叹极乐世界。极乐世界的菩萨是谁啊？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菩萨。这个经讲得很清楚啊，生到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，大菩萨啊！这是是阿弥陀佛教出来的呀。阿弥陀佛在西方干什么事情？西方不是个国家啊！我们讲极乐世界，它不是个国家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这么多，从来没有说到。极乐世界有国王，有总统，没听说过，
佛没说过，极乐世界有政府没说过，极乐世界有四农工商没说过。啊，说的是什么呢？我们现在做出总结，极乐世界是个学校，只有老师学生，阿弥陀佛是老师，那些菩萨是学生。啊，学生确实有小学，有中学，有大学，有研究所。啊，凡圣同居图是小学，方便有余图是中学，十报庄严图是大学，等觉是博士班。佛给我解释这些啊，是诸佛如来阿弥陀佛发心，咱们办了个佛教大学，欢迎我们去就读啊。没往生的人去上学去，到那边是成就什么，毕业就是佛，就成佛了啊。到极乐世界是求学去的啊，也就是一定要得到智慧圆满，福德圆满啊，这才叫极乐世界，这是真实功德，所以超于一切啊。我们再看幕后这一段经文，常为诸佛所供称赞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，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，行遍道场啊，圆二乘经。阿难，我今六述，彼极乐界所生菩萨，真实功德悉皆如是。若广说者呢，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总结啊，这是这一品经里面第三大段，诸佛共赞啊，不是释迦牟尼佛一个人赞叹啊，说你好啊，表诸佛为作证明，同声赞叹真贤大师的身啊。从这个地方显示出一个什么问题呢？阿弥陀佛是好老师，他会教啊，他把每一个学生都教好了，个个都有成就啊，这个了不起啊。啊，我们在这个世间到哪里去找这个老师啊？十方世界找这样的好老师都困难啊，所以我们在许多大乘经里面看到，几乎每一尊佛都把他的学生送到极乐世界去修行啊。佛在此地这一部经上劝勉我们念佛往生净土，这就不就是把我们送到极乐世界去留学吗？啊，而且告诉我这个事情不是他一个人这样做法，十方刹土所有诸佛几乎通通都是这个做法，说明极乐世界是真的，真好啊！每一尊佛都保送他的学生去上学啊，所以这经文第一句常为诸佛所共称赞啊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极乐世界，没有一尊佛不赞叹阿弥陀佛啊。下面是说实际状况，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啊，波罗蜜是印度话梵语啊，我们要把它翻成中国的意思是究竟圆满，就是你在西方极乐世界所修的每一个学科都达到究竟圆满啊，都拿到究竟的学位，
究竟的学位叫佛陀。啊，所以佛陀、菩萨、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。啊，就像我们现在大学学士、硕士、博士。啊，这个一定要晓得，世间的学士等于佛门的阿罗汉，硕士等于菩萨，博士等于佛陀，最高的学位，是三个学位的名称。现在很多人不研究佛经，不知道事实真相啊，以为是迷信的啊，而且佛法这个学位是平等的，每个人都拿得到啊。所以佛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你怎么会拿不到啊？啊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我们学了这么多年，搞清楚了，搞明白了。啊，佛教给我们放下见思烦恼，你就真的阿罗汉，第一个修为拿到了。放下分别，对于一切法不再用分别心了，菩萨修为了。最高的不起心不动念，哎，佛陀这个学位就拿到了。说得很容易，做得很难啊，不容易做到啊。啊，真有人做到。那在印度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表现。啊，他30岁的时候，19岁离开家庭，出去求学，啊。他完全代表现在所说的知识分子，释迦牟尼佛是知识分子，聪明好学，广学多闻啊。19岁放弃王位啊，他父亲是国王啊，放弃了这个富裕的宫廷生活啊，出去做苦行僧去求学。啊，这一出去12年了。啊，当时印度在历史上成为宗教之国、哲学之国。啊，他所有的宗教都学过，所有哲学的学派也都学过，学了12年。啊，30岁这一年。把自己12年所学的也放下了，就入定。啊，印度入修禅定是非常普遍，每一个宗教都修禅定，每一个学派也修禅定。啊，禅定里面呢，空间维持没有了，所以婆罗门的4禅8定。啊，这就是定的功夫分8个阶级，最高的是第8定。啊，在这个境界里面，你把6道的事情就看得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，6道，上面道非想非非想出天，天有28层啊；下面道无间地狱。这范围多大呢？用现在的话说，10万亿个银河系，就10万亿个银河系，这里面情形他全晓得，阿罗汉呐！啊，那么佛的智慧当然更高了。啊，所以他把12年所学的放下了。啊，12年所学的宗教放下了。
所学的是哲学也放下了，这才一下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，他拿到最高的学位。啊，这个学位得到之后，他就开始教学。啊，所以世尊是30岁开始教学，79岁过世，教学49年。经典上没有说他哪一天放假。这个老师太难得了，49年教学没有一天放过假。啊，而对于教学这桩事情乐此不疲啊，非常快乐啊。啊，一个人也教，10个人教，啊，几百几千人也教，从来没有拒绝过的。只要你去找他，他一定教你。啊，而且说他不分国籍，他不分族群，也不分宗教信仰，啊，也不分文化，不分男女老幼，只要跟来他都教。所以用今天的话来说，他搞的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，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，他不要学费呀，不收学费呀，太伟大了，给我们做出这么好的榜样啊！啊，所以我们肯定佛陀是教育家，跟宗教不一样。啊，他知道有神、有天神、有鬼神，那都是凡夫啊，那都是他教的对象啊。不但教人，他教鬼，还教天呢、啊。那什么地方跟他学，他就要教哪里。啊，无所畏惧啊，真的是圆满智慧，圆满德能啊！他的学生，这些菩萨们要个个都如是啊！啊，现在佛不在世了，经典留在世间，我们依照经典的理论、方法、境界去修学，能不能达到？能。啊，这里头最重要的就是放下。啊，我跟张家大师见面，第一天大师就叫我看破放下。啊，那个时候我对这两句话似懂非懂，好像懂，啊，实际上是不懂。啊，经过这么多年的磨练，明白了。啊，我们刚才讲，放下贪嗔痴慢疑，放下怨恨恼怒烦，放下杀盗淫妄酒，这什么程度啊？阿罗汉，学识最低的程度，不高。啊，可是这个程度的时候比天人高啊，天人比不上啊。啊，所以你能这样修学，你如果是在六道里面，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。啊，如果再进一步把佛在经典上所说的见思烦恼断掉了，你就超越六道轮回了。啊，那么我们修学的这个断贪嗔痴慢疑，断怨恨恼怒烦，啊，断杀盗淫妄酒，这是非常好的基础。有这个良好的基础，向上提升一点都不难。啊，也就是你已经具备拿到佛学里面这些学位的条件了。
啊，没有这个条件，学位拿不到。啊，究竟菩萨住波罗蜜，波罗蜜就是究竟圆满的意思。啊，每一个科目都做得非常好，都圆满了。二常安住不生不灭住三摩地，三摩地是禅定。啊，禅定有很多种方法达到的，所以叫住三摩地。我们现在用的什么方法？用的持名念佛。诸位晓得，这是修三摩地啊。啊，怎么个修法呢？我们遇到顺境，遇到善缘，顺境就是环境好，非常美好。善缘什么？你遇到人都欢喜，啊，都是对你很好的人。这个里头容易生贪爱，要一生贪爱，麻烦大了。为什么贪爱是烦恼啊？那贪嗔痴慢疑，他烦恼啊！那不是好事情啊！在这个环境里头，要有智慧，不生贪爱啊，生了感恩啊，绝对没有贪念。如果是逆缘，环境不好，处处有障碍，人事不好。为啊，都是来找麻烦啊，来回报的、嫉妒的啊，甚至陷害的，这个环境的不生怨恨啊，一生怨恨又到烦恼去了，这叫真正修行的功夫啊！总是以清净平等心来对待一切环境。一切人事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慈悲，这就对了。那环境来实在忍不住，都习气很重啊，怎么办呢？通通归到于佛号，叫慧念佛啊，贪念心起来了，阿弥陀佛，把它换过来。阿弥陀佛没有贪心，怨恨心生起来了，阿弥陀佛。怨恨心没有了，用这一句修三摩地，叫念佛三摩地，这叫真慧念呐！啊，念佛的人多，慧念的人不多。慧念的人把烦恼习气全念掉了，没有了，他就成功了。啊，天天念佛。烦恼习气不断，都没有效果啊！虽然不能说他没有本念，他念的时候只是在阿赖耶识里头种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啊，在这一生当中不得受用啊！你说哪一生才得受用？哪一生？你能够用这个方法把你的烦恼习气给扶住，先扶然后把它断掉，成功了，那叫慧念呢。啊，这样念佛跟修禅没两样，比修禅方便，比修禅容易，因为它一切时一切处都能保持功夫不断，这个太殊胜了啊！不生不灭，《涅槃经》里面说啊，涅槃是梵语啊，涅翻成中国意思是不生，槃翻成中国意思是不灭，不生不灭了，这叫大涅槃。啊，又《维摩经》曰：“法本不生，今则无灭。”这个涅槃的境界是真的。
阿罗汉见到了边缘，叫平等涅槃，没有究竟，佛究竟啊，到最高的修为完全明白了。那么我们看看德国普朗克博士，他接近这个边缘，他看到了啊，他看到物质的真相，看到念头的真相，但是他现在不知道这个真相从哪来的啊，跟报告里面只说意念是无中生有啊，这个现象在佛法里面就叫涅槃，他没搞清楚啊。那么最后这个意念从哪里来的，他能不能搞清楚？不能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用第六意识，第六识就是我们的思想思维，这个能力非常大啊！意念念能够生一切万法啊！这个意念的根本是自信，我们东方人讲的信啊，本性啊，本性他看不到，为什么？本性没有现象，科学跟哲学研究都得有对象啊，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或者自然现象，它一定有现象。那么本性啊，没有现象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它也不是自然现象，也不是这个精神现象，它通通没有，所以科学跟哲学达不到它。所以佛说唯真方知啊，怎么样才能见到呢？你不用思维了，不用思想了，不用这种心了，你就见到了。因为你这个心是妄心啊，起心动念是妄心啊，妄只能够见到妄，见不到真。真呢，要用真心，真心没有念头啊。佛家讲的说，真心立念。你有念头就不是真心了，所以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，不起心不动念就见性了，就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所以科学家就差这一点点，你看到了边缘了，我们不能不佩服啊！他能发现阿赖耶，真不容易啊！三种现象都是阿赖耶发生的。阿赖耶的业相是自然现象，现在科学叫能量。阿赖耶的转向就是精神现象啊，科学家称为信息。阿赖耶的境界相，科学家称为物质。所以普朗克把阿赖耶观察到了啊，这是大乘教里面讲的极限，用思维想象的第六意识啊，达到这个极限，再没办法了。再你说，你把这个放下，我不用思考的念头，什么都没有，清净心见到了啊，所以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就见性。啊，那就成佛了。所以科学家离佛很近很近，他只要把这个东西放下，他就见性，见性恍然大悟啊，这个意念从哪来的清楚了，能量从哪来的清楚了啊，那就叫什么佛知佛见啊，你的这个看法见解跟佛所看到的完全相同。所以小乘呢，依有余涅槃之理而观不生不灭，趋于平空啊。小乘人看的不生不灭浅，没看透，大乘则从空入假，
于有为之思想上啊，显不生不灭之理，当相即道，即事而真，故能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，日泻万缘，一心空寂，乃能于布施忍辱六度悉皆究竟，而人安于不生不灭诸三摩地中不施定义。这就是大乘跟小乘不一样啊。小乘入于不生不灭，他什么都不干啊。大乘不然，大乘知道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不是二，一桩事情啊。思相可以随生灭，心不生不灭，这才叫真的不生不灭啊。那我们从这个地方这几句话来说啊，当相即道，即事而真，终日度生，终日无度，日泻万缘，一心空寂。我们就念到此地。我们问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经教学49年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如果起心动念，他就会碰到有问题不能解答。为什么起心动念？起心动念用的是什么？知识。那不起心动念呢？他用的是智慧。智慧能解决一切问题，不用思考啊。我们能相信吗？能信。为什么？有证据。啊，你们去看六祖坛经，唐朝慧能大师不认识字，没念过书啊，砍柴为生啊，樵夫啊，樵夫现在一般人不知道啊，什么叫樵夫啊？现在这个世界没有这个行业了啊。我们在抗战期间啊，抗战时候中国的大后方还过着古老的社会生活啊，城市里面没有电灯，没有自来水，也没有瓦斯啊。城市里面的人生活什么？要买柴，要买水，所以有这个行业，到外面挑水到城里来卖啊，一担水几个铜板。啊，砍柴，山上砍柴来卖柴，那沙家烧的是灶啊，我们过过这个生活，那所以我们很清楚啊，啊，这个行业很辛苦，都是苦力，啊，清早上山去砍柴，到城里去卖，卖了钱买一点菜，买一点米回家去过生活，一天不做工。一天就没饭吃，很苦很苦啊！卖水也是一样啊，啊，从前水干净，城河旁边的水都可以吃，啊，到河边上去挑水，啊，现在有瓦斯有电，啊，有煤气，这个行业没有。慧能大师是干这个行业的啊，24岁遇到佛法，他是卖柴，卖完柴之后拿到钱了啊，离开那客栈，就像现在旅馆客栈，哎，客栈里面有人念经，念经啊念，哎，他听了觉得有道理。就在窗口停了一下，等他念完，念完之后他跑进去，你念的是什么东西？
他听得很有意思，把他自己的感受讲给他听，这个人非常吃惊。啊，你砍柴的不认识字，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智慧？你能听得懂？这个很了不起，所以这个人太难得了，马上要成就他，就介绍他到五祖仁和尚那里去参学。那但是他养家了，所以他送他十两银子，那十两银子可不得了，在那时候啊，这安家费，哎，又去找了一些学佛的朋友照顾他老母亲。啊，那我们想他的老母亲也不会太大，顶他24岁嘛，他母亲顶到50岁差不多了。啊，但是在那个时候，乡下人50岁也就很老了。啊，那家里有人照顾，他放心了，他去参学，在黄梅住了8个月。8个月干什么呢？寺院有讲堂，一天没去过。寺院有禅堂，一支香也没走。五祖分配他的工作还是他的本行，到对方里去冲米破柴，干这一行，做苦工啊，做了8个月，把祖师的位置传给他了，衣钵传给他了，这了不起啊！啊，五祖也考试他了，啊，考试那一天半夜3更。避免不让人看见，为什么呢？人家会怀疑，会嫉妒。那五祖有个是有个好的学生，陈秀，跟五祖10几20年。那大家都认为，五祖一定是传位给他，怎么会传给别人？来的人又不认识字，从南方来。土里土气的，没有人瞧得起他。啊，他有定功啊，表现在外面谦虚啊，啊，处处礼让啊。啊，五祖召见他，晚上跟他讲《金刚经》大意，肯定没有书，不认识字，他要书没有用的，听吧。啊，讲到一无所住而生其心，大概1/3，他就大彻大悟了。啊，就向五祖提出报告，啊，说了5句话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。啊，这个何其用现代话说，没有想到自信啊。本来就是清净，从来没有染污过，现在也被染污，这本性啊，就见性了。啊，何其自性啊，不生不灭，没有生灭。何其自性啊，本自具足，具足智慧、德相啊，德能相好，样样都有，什么都不缺。啊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。我们今天动摇的是妄念，妄心动啊，真心不动啊。最后一句，何其自性，能生万法啊，变法界虚空也自性变现出来的。五祖听到这几句，行了，不必说了，衣钵就给他，叫他赶快走啊。那他就逃难了。后到第二天知道了，全寺庙的人都分头去追赶，想把衣钵抢回来。你有什么资格做第6代祖？那天下比你强的人太多了，不服啊！那不是第二天，过了2-3天，因为6祖不出来，那大家留的身体不舒服，让慧能走远一点，让大家找不到他。啊，在路走逃难当中的时候，遇到一个比丘尼，念涅槃经。啊，涅槃经的分量很大，有2个翻译，
一个翻译40卷，另一个翻译36卷，分量很大了。啊，比丘尼在念经，他在旁边听。等他念完之后，他就把他念的这一段经的意思讲给他听，比丘尼非常惊讶。啊，你从哪里学来的？啊，捧着经向他请教，说我不认识字。你不认识字，你怎么能讲？他说这个与认识字不认识字不相干。这是见性就通了，自然通了。啊，你认识字，你一看就明了，一听就明了，一接触就明了。事出世间一切法，没有一样不通。所以大乘佛法终极的目标是要你见性，那见性全通的，你要不见性，你所得到的是知识，知识是有局限的，啊，你知道太少了，你不能完全知道啊！啊，为什么？一切法都是从自性变现出来的，你把那个根找到，你不全都找到了？啊，像一个圆球一样，你达到了中心点，所有一切点垂直都达到中心点，中心点达到了，通通解决了。这个知识就是，所以佛说一切智慧不是从外面学来的，是你自己本有的。啊，能德行能力全是本有的，与外头不相干啊。啊，这是真东西，不是假东西啊。科学技术懂不懂？懂啊。没有一样不懂啊。那为什么不发展科学技术？科学技术早发展，世界地球早毁灭。啊，这是我们现在才了解了。这个东西到头是蜜，我们尝到的甜处很少啊。付出的代价太大了，所以这些人不会干这个事情。啊，灾难来了，他们真有办法帮助你解决。啊，帮助解决完全用意念。啊，好在在现在这个时代，科学家发现，啊，也有不少人都认同这个说法。啊，化解社会问题需要伦理道德，需要因果教育，化解自然这些灾害，地球上这灾变要用意念。啊，特别是集体的意念。啊，就像江本博士做的实验，16世纪，法国预言家诺斯托马斯在《注释记》里面确实讲得非常清楚：1999年世界末日，400多年前。讲的流传全世界，没有人不知道啊。1999年这一年，全世界所有不同宗教的信徒都为这桩事情做祈祷，这个力量多大，那灾难没有了。啊，那一年我住在新加坡，新加坡天主教神学院的院长对这个事情质疑，明明有灾难，为什么会没有？那这一年平安过去了。啊，他们的信徒把这话告诉我，问我，我告诉他，我说不是没有，是全世界人都在祈祷。啊，这个集体意识的能量太大了，把这三难化解了。
啊，可是我们要记住，这个是治标不治本。如果我们是把这个事情忘掉了，没有了忘掉了，要起了个反作用啊，这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那继续再造恶，那麻烦就是他又来了。现在这些灾难就是99年灾难，他又回来了，是这么回事情啊。那现在我们再起造管不管？管用，不是不管用，管用啊。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呢，那就是布莱登所说的啊，那是根本解决的，那要靠教育。所以每一个宗教都要恢复到教育啊，教育标本兼治啊，没有教育光是祈祷治标不治本啊，而且时间是短暂的啊，所以宗教教育比什么都重要啊，它标本兼治啊，所以这一桩事情我也跟天主教教宗给他建议，我们要恢复教育啊，要教人觉悟，要教人明了，真正彻底忏悔改过，回头是岸啊。每一个戒律宗教里头都有戒律，戒律都是好东西，要认真修学啊，绝不能够把它当作那是过去的东西，那我们就亏吃大了啊。它是真理，它是真实智慧，佛在这个经上所说的三种真实啊，真实之际那是讲本性，本性本善，本性是福啊。第二个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啊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不但是他，在中国这些祖师大德包括慧能啊，他们终日教学度众生呢，终日无度啊，教学什么？身口在教你，没有起念头啊，不起心不动念的、啊。释迦牟尼佛一生讲经教学，没有起心动念的、啊，所以这些文字、这些言语都是自信流、自然流露。啊，虽然日射万言，一心空寂，这是他们的真相啊！啊，乃能于不施忍辱六波罗蜜啊，我们讲六度万恨、普贤十愿，他真做到了，有没有起心动念？没有。所以说，悉皆究竟，他没有不圆满的，没有不究竟的啊，所以。安住于不生不灭诸三摩地中，不设定义也。那他住在哪里？他住禅定里头，他从来没有起心动念过。那外面跟我们一样，内心不一样。我们内心七上八下妄念那么多，他一个都没有。啊，行遍道场，啊，于道场正行无所缺少啊。道场是什么？教学的场所，没有固定的。啊，一个人向他请教，他教；两个人向他请教，也教。不论是在什么时候，不论是在什么处所。都叫道场啊，语言二乘经啊，二乘是阿罗汉辟支佛，
啊，为什么说远离他们？他们境界呢？他们是有对象的，啊，他喜欢你，他叫你；他不喜欢你，他不叫你。你问他，他叫你；你不问他，他不叫你。啊，佛菩萨不一样啊，不问他也叫啊。啊，佛家说，佛不度无缘之人。什么叫无缘呢？你不相信他，你听不懂他，这叫无缘。啊，佛不会叫你。你相信，你能听得懂，他一定叫你。你不问他，他也叫你。啊，这叫大慈大悲，这叫大乘啊。慈悲到基础啊，就唯一一乘法，究竟彼岸。啊，什么叫一乘法？一定帮助你成佛，一定帮助你恢复自信，也就是说，帮助你明心见性。明心见性是应该的。啊，这个是佛法教学终极的目标。啊，最高的一个目标。又是主毗婆沙论云：若堕声闻地，即辟支佛地，是名菩萨死，则舍一切力。那菩萨怎么死？这比喻不是真死掉的。啊，菩萨腿转了。啊，像阿罗汉一样，喜欢我就叫你，不喜欢就不叫。啊，这是阿罗汉的，菩萨不是的，喜欢叫，不喜欢也叫。换一句话，阿罗汉没有分别，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。啊，阿罗汉有分别，菩萨没有分别。啊，阿罗汉没执着，他有分别。啊，大菩萨了，你分别都没有了。啊，所以菩萨还要有分别，他就堕下去了。啊，我们讲念书，半截降级了，不是留级，降级了，啊，降一等了，所以是名菩萨死，则舍一切利，啊，功德利益就失掉了，啊，若堕于地狱，不生如是畏也。若堕二乘地，则为大不畏。这做比喻。啊，如果做地狱不怕。菩萨坐在地狱里也教化众生。他真去教啊。地藏菩萨常住地狱，地狱不空，誓不成佛。啊，大慈大悲也。啊，大愿。啊，但是不能堕二乘。啊，二乘就是声闻跟辟支佛，啊，若到二乘呢，那就大不畏了。那为什么呢？度化众生这个愿呢，不能实现呢？啊，学佛，你看从初发心，老师就叫你发愿，四弘誓愿，第一个愿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要发这个愿。啊，不，没有说你喜欢你读，不喜欢就不读，没有这个说法。你要生平等心，要生清净心，特别是看众生造业。那造业他就有果报啊，你就要阻止他，劝导他，让他不造业。那读的方法很多，你要多学。啊，就光学多闻。佛家讲八万四千法门，无量法门，啊，种种不同方法帮助别人觉悟啊，帮助别人回头啊，不造恶业。
啊，所以是为菩萨了，语言而成经。啊，意思在此地。啊，最末后的总结就是阿难以下。这个经文里面，啊，阿难，摩经六十种，比极乐界所有菩萨真实功德，悉皆如是啊。若广说之，百千万劫不能穷尽。这一句话，啊，这是世尊总结极乐世界的菩萨真实功德，说不能尽呐，说不完呐。啊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劝我们一定要发心求生极乐世界。啊，到极乐世界去学习，功德利益太多太多了。不但是释迦牟尼佛说不尽，所有一切诸佛一起来说都说不尽。那我们这一生这个缘殊胜呢，太难得了。啊，这我们缘，现在的话叫机会。我们这个机会不容易得到，百千万劫难遭遇。彭吉清居士说：“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，怎么会被你遇到？遇到什么？遇到这一部经。”我现在特别给大家介绍遇到这部注解。那这部经稀有啊，下联句句是把五种的不同的翻译的本子啊，无量寿经在中国特别有缘分，从汉朝到南宋800年，一共有12次翻译啊，所以翻译最多的啊，可是这些本子失传了，现在留下来的5种翻译本，7种本子失传。从这5种本子的内容来看，差别很大，所以古来祖师大德告诉我们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这个经是多次宣讲，不是一次。一次这一个原本，不管怎么翻，大同小异，不会有大差别。啊，有很大的差别，就不是一次讲的。那么还失传了7种本子，那7种本子如果在，可能还有更大的差异。啊，释迦牟尼佛慈悲，多次宣讲。他老人讲经只讲一次，没讲第二次啊，唯独这个经讲12次。啊，现在呢，根据这个5种原译本，至少他讲3次。啊，这个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啊。啊，夏老把他5种本子汇集成一本，我们读这一本，等于说5种原译本全读到了，这注解难得。下联就的注解，即经论注解无量寿经，还即古今中外祖师大德注解无量寿经的精要，所以他这个注解是集注啊，王年老的集注啊，他后头没落放在后头，总共参考了173种经论著述，所以就看他集大成了。我们读他的注解，就读了193种书，太难得，太难得了。所以他这个解应该是集解，啊，集经论古注解释的大成。我们碰到这么一个本子，真叫稀有难逢
啊，这本就太可贵了啊！所以我们要遵从祖师大德的教诲，一门深入，长时日熏修啊！我们这一生修大乘，这一本就够了。这一本里头，把释迦牟尼佛49年啊，宗门教下、贤教、密教、大教、小乘教义，全都在这部书里头。啊，这一部书就等于是小藏经。啊，他们要欠缺的，你说多难得？啊，一切一切，一切皆一，从这部经上看出来了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。